刚开始呢是在群里面啊，跟你们在说了一些事情啊。其实呢，现在后面你们这也有同学在学过这个砂水的啊，学过砂水的话呢，其实我们在所讲的呢，这个阴阳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问题，大的原则啊，空间来说呢，真的是每个空间都是不一样，每个空间的话呢，除了我们的那种分析方法。啊，把脉这些都没有问题啊，但空间来说的话，毕竟来说它跟人一样啊，你人住进去的话，这空间它其实它也是都挺活的啊，都是挺活的。你那个到时候杀水晶的话，那个自己弄好了那些东西的话呢，再整理好数据，你问一下啊，我不用我来跟你说，你多问一下这些同学啊，你们就多沟通一下。要什么东西，或者前期找他们再去瞅一瞅，然后后面再找我瞅一瞅，那你跟大家也有所交流，那么呢，我们呢也可以啊，再跟你们那些给一些建议，你们自己来说也有所那个啊启发，学东西我们就是讲启发。那其实所讲的呢，啊那个图片啊，图片是今天给你们发的这个啊。在群里面所发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是啊，昨天啊，昨天后面，昨天呢，昨天那个，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的话呢，没事在家里面再弄一弄啊，倒腾一下啊，因为想起这个事情的话，在家里面就是因为昨天。我师傅他们，去哪里？去厦门啊。然后的话呢，从昨天从张家界回来，啊，昨天正好，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张家界，到我师傅那里去啊，聊了一下啊，就过去跟他去到张家界去聊了一下啊，聊一些事情。然后周末的话呢，昨天呢正好是跟他顺道一起来长沙，他坐飞机呢去厦门一趟，跟人家处理一些事情。昨天下午到我家啊，到了这边的话呢，啊，昨天晚上的话呢，他们走了啊，然后昨天晚上呢，我在家里面去弄，那这事情的话呢，就是说调空间的风水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物品啊，这个也是说的，不是说非得要动不动龙龟，动不动这个那个。其实来说，我们这所讲的那些东西的话呢，很多来说它有可能是，所讲的一些那个，调煞气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多一点。那这个东西呢，那个昨天显示啊，就是说是通过那种我们所讲的啊，就是一些他们调的话呢，就是显示一些相跟一些什么的那个东西，就直接说没事，你能弄几个元宝，金元宝那边气有点弱啊，弄几个金元宝在那里去挂一下或者是什么摆一下。我说是不是拿金元宝给烧了？他说不是啊，就放那，想家里面只有那个。用纸烧的金元宝，那不就是挂三个金元宝放那里算了？但后面一看啊，那个空间的像，我家里面这个条窗啊，条窗的话呢，那一块的话呢，漆有点弱的话呢，说开始是说围一圈那个黄布啊，那围起来不好看。然后后面主要是在这一块呢，叠这个布在这里放一块黄布啊，黄布放了以后，然后再叫他们看一下啊，这个我那师姐看了以后就啊，那行啊，现在那个漆就不错了。啊，那个气场能量就是，就颜色就变了，啊，这一块的这种宫位的气场的能量就会颜色就会变了，因为昨天晚上的话呢，又没事起香的时候又请了一些八卦祖师爷过来再唠唠嗑啊，然后就是，喝喝茶唠唠嗑啊，倒点茶啊，供了一些那个。放在我家里那个，就是我们在坐的沙发那里啊，给他弄了一些水果，又弄了一些茶，就是跟平常人聊天那种方式啊。虽然来说的话呢，我不是通过我的一些我们说要看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师姐他们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就跟他唠了一些事情，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啊空间调理上的一些事情啊，就主要是自己的事情唠的比较多。啊，唠了很多啊，没事呢。我师傅昨天走之前，他也在说啊，没事找他啊过来
到家里面，隔一段时间找他过来，到家里面来坐一坐。他说，这样的话呢，对我来说有可能会有所好处吧。这样说的话，后面就弄了这个事情，但是后面的调这个空间的话呢，一看，放这东西还不错，那个颜色气场就变了。就是这个东西呢，调理的话，就是叫什么呢？我们所讲的用的东西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五花八门。而且呢，它有些物品，你要放一些东西的物品，摆哪里好？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我们普通来说的话呢，我们大原则是可以，是吧？你大原则这样放那样放，放一些物品其实都可以。但是来说，他们有些细致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呢？比如说是最佳位置如果不行，这个地方不满足不了，那叫什么呢？还有其中择另外一个位置去放这些东西呢，都是在空间当中的一些物品摆放，它的一些细则性的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完全是我是没去在空间去测量方位的就是测量方位的话呢是。看这个东西在24山在哪个山我就没专门去找，没找这个事情。但找这个事情呢，也不一定是说要放这个物品，所以真正用的东西呢，通过法的方法跟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去玩的话呢，它的跟市面上很多的一些不一样，甚至呢有的空间的话呢，就是说呢不一定。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说空间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呢。摆放一些物品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它不一定是说呢，空气调理风水的时候，有些不一定就是一些物品的摆放，要说是我师傅说的，就是有些那个空间体差的话呢，就是有些问题多一点比如说你主要是要干嘛求财还是干嘛？求财的话呢，按求财的方法去弄，请一些谁谁谁过来，弄的话呢，财他会求得起来，他什么东西不摆都没事就是说要，比如说是供养一下，供养一下呢，然后每天你的心念好，那个做人的话呢，我们说呢是也要讲什么呢？说一个叫讲诚信不然你供养这些人过来帮忙的话呢，你得要恭敬心要好。你供养的很多来说的话呢，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叫什么叫什么忘本就是你要。供养神佛或者这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都是一样的好了以后呢这个事情就不管了。那别人他有些是找一些护法过去来去帮忙一下供着供着后面好了他就不管这事情了。那护法他一下不高兴了就人家走你这看着就差了。看着就差了。上次有一个空间的一个风水人家那个跟人家去调那个公司那个事情当中本来调了以后，出那个费用，那当时还没出给得完，钱没给得完，但是呢，风水是调了以后，调了以后的话呢，那段时间，也见效了，但是也没给，也没补完这个法金，没补完法金呢，那是那人没有什么诚信，那个护法他说后面就过来就说这人没什么那个诚信，人家走了，但走了第二天，他有个100万的上百万那个单子就吹了，就黄了。所以我们所讲的就是每个人的因缘福报的话呢是不一样因缘福报不人人的心念的各个方面的这些事情呢也都是挺重要非常非常之重要的这些事情。那这是其中一个包括这个家里面这个地方去放放了这个金钱树这个金钱树的话讲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也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呢不是家里面的一个中宫的一个位置。也不是一个中宫的一个位置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的理论上中宫的一个位置知道吧？那些后面的同学知不知道什么叫中宫这里面那小杨知不知道？你们这些人中宫都清楚是吧？小杨也知道什么叫中宫吗？或者小杨是现在学的是看了停课是停的哪一个了？我们现在很多呢，空间比如说是这样找这个比如说是中宫那个位置是吧？这个是理论上中宫的一个位置
假如啊，像我们家我家呢，这个点的话，它不一定这个就是中宫的一个位置啊，这个不一定是中宫的一个位置，它是理论上中宫的一个位置。按照这个中宫的位置呢，你可以去做一个布局啊，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空间的一个规划布局可以按照这个点去走，但实际空间的中宫的一个气场的一个的，它是灵活的，它是变的啊。它理论上中宫被压的话呢，肯定它也是不太好。但是说被压的话，它会不会它自己那个在空间当中呢，会不会我们所讲的呢，哎，挪一下啊，它自己不是说我们想挪的，它根据你空间的情况呢，它会显示出不同的一个空间中宫的一个气场点啊。当然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跟市面上所玩的那些东西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也不是说是以哪种理论去推了啊，就是从某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直接是看的，直接是看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想起来很有意思。那这个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当时是因为我家小屁股那个床头柜，就把它房间里面弄了一个小书桌啊，就把这床头柜有一个床头柜给挪出来了，就丢了这里算了啊。那放这里，当时那个瓶瓶罐罐就大概是放在这个地方，这是放那个这个床头柜的一个位置。瓶瓶罐罐呢，就是放在这一块的位置啊，放这一块的位置呢，那么其实我们所讲的到后面来说的话呢啊，但是呢瓶瓶罐罐放在这里呢，但这块呢其实这个气场这块的气不太强啊，比较弱，但这块呢又是真正来说整个空间呢也算是一个中宫的位置。然后后面说呢啊，那瓶子没放着，瓶子是放在这里，因为我老婆从景德镇那边啊，从别人手上撸过来的一个瓶子啊，没地方放啊，就丢了这个地方算了。那么后面呢啊，当时这个床头柜的这个放在这里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放在这个发财树，就放在这里啊，离得这个比较高啊，怼得比较高。然后叫我那个师姐关了一下那个空间的气场啊，关了一下空间的气场，觉得哎呀这个气啊弱了，在那块的话呢那气没接得上来啊。其实意思就是这个发财树的话呢，它是怼得高了一点啊。后面就把它，我说这把它放地上，后面放地上放了一下啊，看一下，哎呀放地上好一些。但放地上的话呢，我们所讲的这个这种距离的话啊，你到底是放出来一点，开始是哎为了放出来一点啊，放出来哎还是感觉不行啊，这边来说的话呢，空隙大了啊，就是气有点削弱啊，就挪啊，又不断的细挪细调啊，一调放到这里啊，心里一看这种从我们说心里感觉也比较合适，然后这块的话呢也把这块那个缝给填了一下啊，填了一下，那这块的气啊，紫气冒出来，就是那个紫气比较不错的，那气场在现场啊，他们像我们这大概是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但是每个人的体感不一样的，但别人来说就不是说一味的，只是说是啊身体上的一个这样去那个，就是直接看那气场颜色就变成一个紫气。而且这个来说的话呢，也可以说是这种空间的气场来说，这块是比较那个比较不错的啊，也能够聚财的，这块这个点来说是比较聚财的。而如果你们所讲财位的话呢，在这块来说它也算是一个比较聚财的一个啊那个点位啊。那我小屁股啊弄的，他把它贴上去啊，是家里面的到处乱贴东西啊。其实来说从某个方面啊，这小家伙我师姐她也在说，呀你家小屁股其实啊自己已经这个财位被他找出来了啊，这那里就是放植物了呗啊，而且就在放在这个边边角角，他也不放在这个，他也不贴在这个玻璃的正中间啊，就放在这个边边角角啊，这个正好这个放在这个金钱树呢也放了这个啊，这个不是叫发财树，这是叫金钱树啊，正好放在这个边边角角啊，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物品的东西呢，啊，怎么说呢，当你在放对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啊，你也在凭你的那种叫什么呢啊，比如说就在这个宫位放这个物品，你也得要凭你的那种啊，你没有看不见的，你凭你的那种我们说的一些那直觉感觉这些东西呢，你都可以再去感受一把啊，到底是啊挪出来一点呢，还是挪进来一点啊，挪出来一点还是挪进来一点啊，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就所以我说呢，为什么说是后面的话呢？明年啊，过了明年，有可能明年啊，从明年开始啊，明年下半年以后还是什么啊？反正明年的话呢，自己啊，适当的会有所突破。那的话呢，在玩这些空间上的一些事情的话，会玩的比较更加更加溜一点啊，更加有底一点。而且这些东西的话呢，今天啊，在我们所讲的那个，有同学的话呢，其实很想去走啊，去想去玩这个这些叫什么呢？就是玩这些神通的东西，玩这玩那的东西。其实不建议大家去玩啊，真的不建议你们去玩。玩术的东西，我都不太建议你们去玩啊，因为风水的话呢，它不是所谓的一个啊，在占卜当中不是一个强项，是吧？它是那你明白空间阴阳之道理的话呢，然后在设计当中结合这东西做空间规划，啊，适当的去调整一些空间，能够让你们呢能够对这个空间来说，对你们来说，或者前期你们选择空间来说，以后对你们的帮助性是非常的大，帮助性非常的大。它不是一个论断空间为主要的一个术啊。那么很多比如说是看命理啊、占卜那些东西。我想就是说，我在说的话，我跟他们在聊天，也经常跟我师傅他们在聊，也是一样。那天晚上在聊，啊，但那天晚上很有意思呢，一聊一聊，聊到2点钟、3点钟才睡觉，啊，6点钟又起来了，啊，因为我是怎么的啊，到那边好像啊，吃完饭的话7点多了，吃完饭了就在聊天，一不小心就聊到2点多钟，我还以为是12点多钟，哎，是看一下12点多差不多，免得想我师傅那个什么睡觉，他一看啊。我一看2点多，他说再晚一点，他说3点啊，过了3点再走，啊，过了3点啊再出门好一些，啊，我们又整个3点钟才走，从他家里面出门。那聊的这些事情，你们在想，很多人的话呢，在术当中说，因为玩术的话呢，有个什么呢？你能够就是说通过术能够推理后面的一些事情，前面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有些事情可以进行一个推理。好像觉得好像这个能推理出来的话，觉得自己就有把控性啊。那人的话呢，都有控制欲嘛，就是觉得好像是说，哎呀，我清楚这个事情一些轨迹或什么样的，我就好像我就能够把控一下了啊。你就只会玩到这些层面的东西，或者神通一样的也是，哎，把控性就如果像术的东西，把控性好啊，知道一点就觉得好玩，是不是？对不对？你们觉得是不是好玩？啊，比如说是下个月怎么样啊，或者拿的占卜一件事情的呀，这个事情行还是不行啊？这个事情的整个的过程它有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不行？你把人家分析得很清楚啊，这是不是很好玩？是不是？你们这些油条啊，不敢承认啊？每一个觉得好玩的，其实我告诉你，这个确实啊，不是说不好玩，也好玩啊。但是呢，这个玩起来其实真正来说的话呢，就是玩术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你能够预测这个，预测那个，或者拿个命理就对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那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好玩？那你能够对什么事情都了解清楚的话，那一个是啊，别人很佩服你或者怎么样，心理满足感。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觉得有能够知道一些事情，就有把控性，是不是？这个就是术的一些层面，神通的呢更加不用说，你感觉里面风水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同学对风水感觉那么的？这就是术的层面，对不对？那神通呢？你说我原来所讲的呢？有的同学想玩这个东西，其实我就告诉你，我在4期的讲4期还是讲5期，我都跟你们讲过这个道理了。神通里面的6通的功能除了漏尽通是不是供法，其他的都是供法。但六通的功能来说的话呢，这其他的5通的话呢，你要想全部修成的话，也没有几个人世间没有几个人。而且你的福报资粮啊，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你都不够。你说你拿什么去修这修那的？你不要看人家能够玩得出一些东西，对于你自己就未必啊。
这个东西我们是真的是体会很清楚的，体会这个东西很清楚。你任何很多的事情的话，修行走大道这东西啊，特别需要资粮味，是吧？南师他书里面也是讲的比较多。其实这方面呢，我跟我师傅也探讨这些事情，也讲的比较多的，聊的比较多的一些，资粮味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如果你只是在停留一些术的层面，就是变魔术一样的，一些方法好玩的把戏的东西，是不需要什么资粮味啊。就像原来跟你们说的啊，有些啊拿一个梯子啊，一个梯子什么呢？一个楼梯啊，好像上次跟你们说过，不知道还看过没有？这个楼梯斜着啊，一个角立在这个地上，一个碗啊放在这里，这碗就那么大，一个破碗啊立在这里，这梯子是斜的。这里面再放一碗米，稍微再意念或者这个那个一下，这个楼梯就这样立在这里，不动不倒，不动不倒，因为它这个楼梯还会伸出来一点什么东西嘛，是吧？这个就是那个脚。那这里它还挂一个凳子，还挂个椅子啊，我们说这个椅子挂在这里，还挂个椅子挂在这里。这个椅子啊挂在这里，它也不倒，是不是很有意思？你们觉得这有没有意思？觉得有意思吗？扣一，觉得有意思的你们扣个一。其实这个是去年啊，我们那圈子里面他们有些人。要找那个师傅他们去学这东西，有的师傅去学，而这个东西呢是在广东那边有个师傅挺厉害的，玩这个东西觉得好像。后面我跟我那个师，跟我们的师，跟我师傅在我们师傅在聊这事情呢，讲其实这东西都是一些把戏，都是叫什么呢？它都是叫一些鬼道的一些事情所谓的鬼道不是所谓的神通用他的外界的一个力量。所谓的就是，叫什么呢？鬼道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扶了梯子，我只是说看不见，没什么那个的也不是说什么正道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多一些，以后还会有很多一些问题，没玩的好了还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很多玩术的就玩偏了，这东西它需要你修吗？根本就不需要你修炼你就要接过法脉，或者是这个那个一弄就可以用。所以这东西呢，其实没什么帮助，没什么好处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所以我跟我师傅在有时候在讲这事情，聊了很多空间上这个事情的话呢，其实那天也聊了很多。所以你玩神通的都是很好玩，很好玩，但是真的不建议只是说为了去弄一个神通觉得好像自己这里去找师傅学神通，那里找师傅学神通。我说呢，你真正来说的话呢。南师的书讲这里的东西讲得非常的通，非常的透。如果你真想修行的一些人，真想修行的人，看南师的书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修行方法，而且南师也跟我们在开示过，就是说呢，只要你有心想收集他的东西去看，他在世间所开示的东西几乎是毫无保留的，可以这样说。你要走正道，走大道，求了义，他所开示的东西几乎是毫无保留的，我可以这样说。你关键你什么东西不看，什么东西不说不那个的话，你就想或者就是说拜了一个师父，那你就什么都那个了，可能吗？不可能。我现在我的身边的圈子里面，我那些还有一些师兄师姐，他们就是这个就走偏了。你跟着我师傅在学东，跟着我现在我师傅他们学东西，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行了其实我师傅前天跟我在说的时候他也在说的，他说像我这样子的跟着他学的从15年结的缘分，16年开始跟他去修，修到17年，现在是7月份了的那种感觉的话，还是只停留在我现在的这种感觉的话，别人早就不修了，就是这样说他说我还在坚持在每天在修每天在修，不是说修这个神通那个神通我后面来说呢，也是聊到了，就是说也并非是说我后面我昨天也在跟
昨天请那个八卦祖师爷过来，在聊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说的也并非说是我师傅的方法啊，他的方法不行，他的方法在世间没有几个人比他行的啊。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是这种状态呢？也并非是说我不行啊，但是为什么我修来修去的话呢，跟别人不一样的？但有的人的话呢，啊，其实很快，有些几天，有的就是说。啊，一两个月啊，有的稍微长一点，但像我这种情况呢，就是少。但是我的先天的很多的一些信息都很强啊，但为什么就是现在这种情况都一直这个出不来呢？也是自己的一些前因前缘前因后果这样的东西所串联起来的，牵扯到的东西层面比较多啊。其实我在修很多的情况下，修一点它就会把你的一些东西给吸一点那修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你的功就是修这种比如说修一些法门，修一下或者练一些我比如说我们就说站桩练一下，你精气神提上去的一些东西，它就给你弄走一点修了也给你弄走一点。但是它也它也不是说是不让你有所长进，就是让你长进非常非常的慢我师傅在那天晚上的话他说呢其实他是想跟我把这个东西身上的那个事情给处理了，到第二天的话呢6点钟醒来以后，那天早上到那里的话，一直到下午的后面到晚上才说这个事情他说也不弄也没事就是慢一点，因为我师傅他这个东西的话呢，他是就是处理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问题请谁过来处理他都清楚处理了以后呢，就怕我自己的觉得好像我这个脑子转的东西比较快比较多，是不是我就会把很多一些事情有些缘提前给他干什么了，给他断了，然后很多事情都会引发出后面很多一些问题出来所以的人考虑的问题呢，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就是会综合考虑很多一些方面。修行的话呢，你真正来说你个人你想，比如说我们在学风水学这学那。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学，有的人不愿意学呢？是不是？你们在想过这个问题点没有？同样是你像比如说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同学，昨天是昨天在给我发消息，应该是今天上午给我发消息，就是问这个东西是有些东西怎么摆，或者鱼缸怎么摆，都是单独来说是原来也是报的风水的一个课程，都是说时间忙，时间忙就好像说没时间学，但是呢，我说就问他，这看了只看了前面几节，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一起学的，有的人你们会花心思去学，都是这样子的，都讲究一个缘分真正来说的话呢，很多的时候就是像现在学的很多东西的话呢。感受到很深的，就是说有些缘它到了一定时机，它才会出来。而且真正学这个东西，修行当中走大道正道的一些事情呢，都是你每个人的多生累劫的一些，对你们自己来说，你具不具备的，累积了多少的你自己的福德资粮或者智慧资粮。你福德资粮够的话你这个缘它就会出来。或者是说你在修的话，你或者结的这个缘，你要修的话，你也会修的比较快一点真的就是这样子。如果就是你像这些资粮位，你啥东西没有，你就是说随便拜个师傅，你什么东西都那个的，可能吗？都不可能。因为他有的人呢会把师傅当成一个叫什么好像是万能一样的，没有什么说办不了的事情一样的。有的人就有这种心态稍微来说的话，有一个在时间段呢没满足到一定的他自己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度的话呢，或者一些他就对这个东西要么就放弃了，要么就是怨声载道了。怨声就载道了，所以我在说呢，你们这有的人想去学这东西、玩这个东西的话，不是不行，就是说呢，你自己得要对你的东西要通甚至来说，我说你们真的想了解这东西，把南师的书看2年、3年的话，后面来说结一些缘分，跟那些师傅好好去学修的话，你要也有分别心分辨心应该是世间来说很多教人的。只是停留在我们所讲的，就是在一味的在利的方面去停留。别人教你，当然像我师傅他们在教，他要不要？他也要，
啊，为什么需要收费用呢？人也收，但是很多人他也收，收的话呢，为什么他还会啊？教的东西的话呢，还会把人给引导错。前两天那个北京的一个女孩子过来的，啊，北京一个女孩子过来，就是身上处理了很多些问题，出了很多一些事情。过来以后呢，我师傅跟她说的那些事情呢，有些东西问她能不能做得到，她讲透了，她说还不一定做到，啊，那就是你自己的缘分了。你做不到这个东西，有可能就处理的只达到这种程度，啊，因为他的那种元成功呢被人家调乱了。啊，就好像你的人啊，身上啊，比如说刀子给你戳了一下，啊，刀子来了一刀，那你就想跟你个原来个皮肤一样的，一点问题没有的，啊，完好如初的，可能吗？不可能。他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说处理90%，好像你身上还留了一点印子，啊，他觉得啊，能不能全部都像原来？不可能，但他心里面还是那种信念还是不够好。从北京过来，然后面啊，又赶着又回去，在我师傅那边张家界待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就回去了，啊，又坐飞机回去了。原来要不断的要吸那种，好像就是有点，那叫什么呢？就是还要不断的吸那种啊氧气啊，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啊，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乱玩，他就是在我们说的，就是在一些这种，啊，我们说的像很多像北京啊，你们这些城市，一线城市啊，二线城市啊，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这样的，北京、上海啊，或者是什么像南京啊等等之类的一些地方，很多人就是教这东西啊，你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分别心，你们就去玩，这东西就会把自己给玩进去，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我的圈子里面啊，除了我师傅的这种圈子里面，我基本上其他圈子我都不去加的。没有这样的那样的乱七糟的一些人找我来去聊这聊那，我想学东西就是修行，就是一个人的好好的去修啊。从修行当中来说，就不要去扎堆。别人所讲的，你自己修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你一扎堆的话，这个东西就会出乱子，出那个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而且人心是很乱的现在的。那像这个，所以在我们所讲的，我这调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一个物品的一个摆放啊，它的一个位置关系。位置关系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图的话，就是还有一桶水的问题。你们不知道，你们家里面哪个同学家里面放了水的？啊，有放水的吗？啊，拿了桶子装水放了，有几个？只有放墙是吧？你们其他的没放水是吧？装什么水？啊，口水，装什么水？不就是一桶水吗？还能装什么水？你总不能啊，在外面叫什么呢？那个放了一两桶是吧？啊，在合适的工位去放。其实我说呢啊，比如说我给你们看这个啊，井水也行。比如说像这个是吧？艮宫。宫位来说什么呢？艮宫，先水后沙，就原来我给你们讲的思路，行不行啊？行，先水后沙，但当时来说的话呢，我那个当时的水我是放到这里，一直放水，我就放到这里，我家里面那个水桶，你看我家里面它也放水是吧？水桶就放这里，然后昨天再调的话呢。啊，更糟，我还是顺手破脚，顺手破脚是顺手破脚，消点业，先水后沙，那我这个也是更糟，先水后沙，那么其实来说的话呢，后面感受一下，后面那调，调感觉一下，放在这里靠在这里，是不是再拿出来一点就拿在这里，那留了一点缝感觉还是不行，还是压不住这个火性，这火性还是克制不了压不住。显示出来那个像还是弱了，就是克制不住，克制不住又往前来一点，还是不行。那我一想，我就把它挪到这里来，挪这里来的话，我就再看一下，这样还行，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火星可以克制了，
你看，同样就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就那么一点范围当中，就是那么一个范围当中，啊，它放来放去就是不一样。但放这里来说的话，那后面来想，你们自己去看呢，因为这是一个门套，也可以说是一个门洞，是吧？门洞是不是就是形成一个压，或者像那种门洞啊，梁压一样的，是不是？那气它不好通，对不对？是不是？啊？上面一梁，一个门洞，那东西放在这个门洞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下面啊，地面，那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啊，它气它也不好啊，通的不好，力量弱了，啊，又把它挪到这边来，我就把这个放到这边来，这个，因为这个是经常每天供神佛的时候，有那个供护法的时候，都是要用这个酒啊，这个酒，我要把这放。昨天买的一箱酒的话就，就把它挪到这边来了。挪到这边来的话呢，一看这种气场啊，还行的啊，这个就可以。所以空间里面调理风水很多一些事情的话呢，但调理是调理而已啊。调理的话呢，所以说风水上的调理的话呢，真的是五花八门啊，五花八门。然后调理的话呢，后面再自己再通过一些意念的东西再去，或者一些那个，啊。加强一下，用自身的一些能量去加强一下，那气场稍微强一点，就强一些。那这些东西的话，所以说你说的用的东西有多种多样，是吧？但是的本质东西，我们现在来说，你不一定有些东西啊，比如说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你能不能有我们这种条件没有？但是术的东西、理的东西有没有？你可以掌握啊。而且来说，就算是没有的话，你就放啊，放这些物品的话，也。凭感觉也可以感觉到一些事情，原来我就放了，我就就没去搭理，没去紧的去管，没去细管啊，没去细管这事情。所以啊，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再通过，其实昨天来说，我也是啊，通过我那师姐的话呢，因为现在她在这方面，她虽然她的她的先天的体很差，就是个人的体质比较差的，体质非常差，但是呢，她这个灵气比较足啊，灵气比较足。那我跟他去弄啊，一起在弄这些事情的话呢，就彼此来说有一些互补性比较强啊。而通过他来说的话，再通过这些方面来说，再看空间一些事情，以后对这些事情的话，在我目前的阶段，对我来说是啊，了解的稍微多一点啊，想的这种悟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啊。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你要弄了以后啊，其实就是跟你实际的摆放这些东西呢，其实首先也要。感觉他这样摆这边跟那样摆那边小小的挪动啊，他本来摆出来的他也不一样，所以你们自己放的也桶啊放水的话也自己也都根据那个去弄啊去放。还有一个点的话呢，那也是一个进门口那块是进门口那块也，其实我昨天我没事我就想到，那再放一桶水，反正门口那块原来那个就一直没放水的，我觉得后面还是放一桶水算了。放一桶水，这大门的对宫对宫这块的放大门放一桶水其实来说我是不是都是用的这些东西，是吧？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用这个东西摆来摆去的。那你看我用了些什么东西，也没用什么东西也就是先摆这东西，这是在后期的一些用，你想适当的想去加强，想着弄就弄也我原来我也不是特别就是专门去费劲的心思去搞这个用的事情就是老师就是通过这些方面来说，去不断的去多去参悟更多一些理明白一些道理。你说你不累，老是犯困那也是犯困，那肯定就是犯困呗，那肯定是身体上是该困的时候就要印这样的相的话还是有，就是这个放水，你看。对门放水，但这个地方是不是好的其实这个不是最佳的一个位置，放水的一个位置，就是当时显示出来的像呢，大概是在这里，但这里是进门口的一个主要过道的洞点之一，你不可能放一桶水放在这里，是不是？对吧？这其实是这个点来说是最佳的一个位置，
后面呢，这个放不了，让它再显示另外一个啊，那个其次，退而求其次的一个位置，就到这里来，就放这边。当时我说，哎，放这里，啊，这里还是不行，啊，这块气来说，啊，就是说是出不来，那种气也出不来。同样是对宫，啊，说还是放这里，要放这里啊，感觉还是行，啊，啊，这个感觉还是行。套而挂天花啊，那你也想得出是吧？其实很多一些物品的话呢，一般是告诉你们一个点的话呢，叫什么啊？一些物品的东西呢，尽量是接地气的方啊，接地气的方比较好。我原来我好像跟你们说过吧，是不是？原来跟你们说过吧，很多一些东西的话呢，你要是接地气的方，包括我刚开始那种放的那什么啊。放了这个也是一样的，原来放上面跟放下面气场是两种气场啊，这是你们就是没办法去看得到的，但是我们放了以后啊，这直接可以看得到。包括原来还有一些啊，家里面放一些什么小龙龟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那龙龟有点灵气的，那养的被养的有点灵气的那小龙龟，一个铜摆件，那个小龙龟，那两个小龙龟花了我好几百块钱，哎，好多年。好多年以前买的了，啊，有可能是二零多少年去的，2000几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去西安出差，然后好像那天还有时间啊，就停留了一天啊什么的，就到了什么呢？到西安那个往那个骊山啊，或者是往那边去玩，还有一个什么坝上啊，然后就到坝上那里面有个什么道观啊，到那去玩。就被人家带笼子啊，带笼子到道观里面啊，要烧香搞这搞那的，走到那里还安排你几个人站在那，好了一弄的话，好像最好是干嘛呢？要请这个东西啊，因为像我们这个人的话呀，一般比较轻易容易相信别人啊，从某个方面来说，看着好处，好像这个好像你因为加上那个时候很多理也不是很懂，但恭敬心是特别强的，是吧？那请一个吧，那虽然有点不实，好像是花了好几百块钱，三五百块钱。我说去一趟的话呢，好像才不到啊，顶多也就是百把块钱，就是在那里溜一圈啊，就是利用啊走那几个路线，那几个路线基本上没什么不收门票的人，就带着你去溜一圈啊。当时就是啊一天的时间不那个的话，就溜了一圈啊，搞那个两个小龙龟不大啊，一个手可以托着啊。一个手可以托着啊，那个就花了好几百，然后一直回来以后就一直撂到那里就没用。后面现在是调风水啊，就放到那个地方去啊，摆在那里啊，放着也是放着，不是就摆在那里啊。还有水晶球往那一摆，后面现在灵气出来了啊，还挺可爱啊。灵气出来了，终于啊花了几百块钱，多少年以后起了点作用，也没扔掉。所以呢，我们所讲的这个空间上很多一些事情的这个用的东西啊，它只是说呢，你这样去用，它也不是说这样去弄的话呢，用能够发挥多大的一个极限。其实空间来说，你很多的东西在用的，它主要是调理空间的一个气场啊，讲来讲去就气场，你气场平衡了就行啊，气场平衡了就行啊。所以我自己的话呢，像昨天找八卦祖师爷过来啊。找八卦祖师爷过来的话呢，是在家里面也做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啊，快两个小时。昨天的话到了10点多的时候啊，10点的时候下去实施的时候啊，到外面啊肚子有点饿，吃点东西啊，买点东西回来吃。后面想想买几个山竹回来啊，买了一些山竹回来啊，买一些山竹回来啊，这又给祖师爷给供上。哎呀，原来没吃过，说这个东西没吃过。挺有意思的。原来像这个东西新鲜玩意的话，没怎么吃，一般世人也没怎么拿这些东西去供。我们把它包了，啊，就把里面那个白的那东西啊，果肉给包出来，放在那碗里供着给他们吃。那 做了几个小时，啊，新鲜玩意没吃过嘛？这山竹来说的话是热带的嘛，对吧？泰国那边的会比较多一点，啊，泰国那边的这些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啊。好了，啊，先暂停一下。
啊，所以啊，这些东西的话呢，啊，这跟你们在聊是聊到这些事情啊，你们自己啊，你们自己来说的话，通过这个所讲的这个故事性的东西啊，你们自己再去有些事情的话呢，不是一味的听故事啊，有些方面的话，所讲的有些理的东西啊，你们自己好好去想一想。对学习的东西的话呢，因为我讲的东西跟别人讲的东西是很多自己感受的东西啊，或者是加入进来去讲，跟别人所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们加上你们自己在前期在用这些东西的话呢，有些能用的东西呢，其实分析论断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太多的偏差啊，细不细的话完全在于个人的功底性怎么讲。但是呢，空间规划这个看空间的阴阳的气场这些事情的话，通过术的方法来分析出来的话呢，基本上大方向都是对的。你想玩的非常细，是比如说像这个，哎，往这里出来一点，还是往这里过来一点，还是往前面挪一点，还是就是放在这个位置不动，啊，就那么一点点东西。这东西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叫玩到一定的层次跟级别的话，你放的东西的话，这种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细的那些用法啊，细的用法。所以我现在我自己在这方面的话呢，目前还是达不到啊，达不到的。所以我自己的话呢，我就跟我有时候有些我跟别人的正常的话，我是通过了一个大方向给人家去弄啊，但是大的方向要想细弄的话呢，再叫啊圈子里面这些师兄师姐啊，有些目前来说的话，零基础的话呢帮下忙看一下也就看一下，也所以说呢，以后呢自己达到这种状态的话呢，无非也就是在术方面的一些用方面的东西，顶多是加强一下而已，但是体的东西它是不变，用的方面去加强。但是如果现在大家你这体的东西也都把握不了，这思路都不清楚的话，你不要谈用，是吧？那体的东西你把握不好的话，你谈用的其实就是乱用，那真的叫乱用。所以包括那种太极点的，空间的太极点不是那个点。但是呢，你空间它有一个活的这种，就是中宫能够真正能够通气这个点，那个点来说是真正来说，一看你空间这气场通不通得起来，一看那个地方那个能量要不要给它加强，或者就算那个补了一个，像我那补了一个金钱术是吧？他不是说好像那个是中宫那像那种中宫我们所讲的，它不是物理性质的被压的那种性质，它是放一个物件，通过这个物件来去通这个气，它不说这个东西在那里给压住了。你要是单独去放一个桌子我们在所讲的，其实像刚开始那种，就你放一个桌子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这放一个桌子往这里去放了，桌子来是通什么气呢？那就有被压之象。但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本身就有通气之象。植物嘛，它也是这个，你要放其他的都不行你放其他东西都不行的。你比如说，你再把这个东西往这里去压也不行它这个是可以通气的。能明白没有？你不要看到，哎呀，这个点算是你这个整个家里面的显示出来的一个这种很活的、灵活的一个中宫的一个点当时来说，你放个东西，它不是被压了吗？那中宫但这个思路你们一定要有看这事情的话，以后碰到这种细的这个玩法的话呢，好像听着今天下午讲的这个事情，有时候分享的一些事情呢，得要有这个思路得有这个思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啥问题没有？要填6月30号的不要填。哪个图？刚截那个图是吧？我自己刚开始发了一个这个图发到我那个上，这个昨天很有意思也是一个很祥瑞的一个很祥瑞很祥瑞的一些景这里面有很多些像昨天给我
昨天给我后面拍了一看啊，抬头一看这个样子啊，后面就拍几张照啊，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看上去很不错啊，很不错哈。然后我的师娘一看啊，昨天在嘻嘻哈哈在那笑啊，给的我都发到我们那个微信群里面给他们看，嘻哈嘻哈的在笑啊。又有一些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啊，比较祥瑞，比较祥瑞的话，有些又有一些比较啊，有些什么人啊要投胎了啊，降生了，这些东西像都显示出来，真的很祥瑞。很多东西啊，就是说真的看空间那些事情，看东西通的话呢，有很多东西通的话，这些东西的话呢，你会把你的整个的这种啊。也可以说空间感给拓宽啊，看问题的一些东西都给拓宽，刚截的那个截的哪一个没看到，刷的有点远了啊，你那个你得要自己啊思路，我不是看你论结果啊，你们这论思路给我听，你要发那个看的话，你自己这样去论，因为你们发的只是论结果，因为我跟你们看东西的话呢，啊看到这个东西，跟你们看的东西呢，我们又不去看你们的那种结果，就看过程。啊，论的一些过程是吧？论的一些过程，你为什么这样去论？啊，为什么这样去论？群里面啊，发这个东西的话呢，适当的把你们这个。为什么这样去论的啊，跟人家去论，就是你这个东西适合什么的，像赵先颖的话的这个啊，适合什么的，你们在跟别的那种群里面啊，跟人家去拿那个空间截出来给人家去看看了以后的啊，再说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的话呢，你不要论它的一个原理啊，只是讲结果那可以啊，你们在群里面相互去看的话呢，适当把这个原理带一带，你比如说砍测啊，又是砍又什么呢，又有点缺啊，然后完了以后呢，又还有一个阳台一个洗衣机是吧，这个都是加重这个力量的像啊，前呢啊有个门啊，前门呢又进个灶啊，又把力量给削弱了，不怎么累但赚不到钱啊，不怎么累但赚不到钱，他钱呢看得缺，他也有一个凸的像啊，他这个住你说一看这个啊，你说多长时间住的，住什么时候住，住了多长时间啊，没住还没装修啊，你还没装修的话，这种像的话，我们虽然是说是统计相求是吧，它是可以很多的大方向啊，困难女命宫啊，我们所讲的它虽然是一个大方向，但这个大方向的话呢，它是怎么的啊，大方向的话呢，它是大方向不会说是变得很那个，但是呢这个东西啊，你们还要是住的话呢，它跟你的没住的话呢啊，没住的话呢，那种区别性还是有，对吧？那现有的空间，那个你不能去忽略它现有空间的一些影响啊。你比如说啊，女儿卯
那吕月卯来说，他那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卫生间是吧？正宫的就是一个卫生间，对不对？啊，他女儿的话呢，你要看他的女儿到时候要住了哪个房间。啊，你看他女儿要住哪个房间？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下面那个是吧？啊，下面那个好一些。这个来说，你就是说是，住的这个房子的话呢，啊，住这个房子的话呢，财不是说没有，啊，财不是没有，赚钱比较累，啊，这个空间是，到了后面呢就会知道这个赚钱比较累，啊，现在觉得不那个，啊，赚钱，但是这种空间的话呢，啊，他为什么比较累呢？以后住进来他就知道了，是不是？你要先看他的现在的空间，所以说呢，如果两个空间去结合看事情，你会从前跟后的一些事情，包括了当下的事情，你就会把握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这种空间的话，是就是接了他前面的一部分的，啊，讲的是接了前面的一些，把前面的一些我们说，比如说叫什么呢，就是三世什么啊，前世啊，或者是说啊现在啊未来啊，是吧？那我们所讲你这个来说是接着他一些前面的一些信息，但是信息来说不可能全盘的全部接过来啊，但这个信息来说是主要是往后去看的东西比较多。当下的话他也接了一部分那个信息过来，因为他买的这个房子当下的有些信息他已经接上了。那你要看得非常细的话，从现有住的空间加上他现在这个空间买的空间，然后再看从前因过程跟后面，你会看得更加细。这个空间的话呢还累，但是呢赚钱会比较累，是吧？一个坎宫啊，坎宫都见水啊，赚钱的能力差了嘛，啊，能力差的话，你一个正宫、艮宫先后天的正一反局，啊，先天的正的缺，啊，后天的正的见水反局，啊，是不是？那这个来说的话，就会出问题，啊，你感情不好，你看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当下的信息在这块的话就提，当下的我们说呢，其实当下很多的信息是在情感上来说呢，有可能会啊。情感当中来说的话呢，通过空间来说，比如说这个正巽的这种问题的话呢，它可以看当下的一些问题会比较明显啊。以后你们会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多去啊推敲推敲啊推敲推敲一下，哪些是看当下的东西会比较信息量比较多的，像这种空间什么同气相求这种空间啊，哪些来说的话是啊当下的信息稍微弱一点啊，你要结合之前的话跟当下的，因为你想的感情是什么呢？他感情来说的话呢，是走下去了，是一直他就是现在这两个人如果结了婚的话，这感情他会往后面延续，延续的话他通过前面一段时间的积累啊，他这个感情的东西呢时间一久，他两个人呢就是这种摩擦性，这种空间呢就会不是说一天两天所形成的，所以他现在又接着这个气的话，就把前面的气给接过来，那现在的话有这种现象，他又延续到后面的一种轨迹的一个发展啊，这是空间的有些其实你去思考的一些思路。你像那个学习一般的话，艮宫是吧？啊，缺的，你的缺的这种它也不见水，啊，应该啊不可能分房睡的。你的感情不好的分房睡，是不是？那感情不好分房睡嘛？但这个东西不是说感情不好大家都分房睡，它只是说有这个相，分房睡这个相说明来说感情是有问题，它才分房睡。整天一天到晚黏在一起的那种，他能够分房睡吗？是不是？啊，而且我们所讲的这种，你看呢，男的本身也怎么样呢？啊，男的本身来说的话，我们所讲的其实本身也不弱，啊，男的本身也不弱，男的是有桃花，有这有那的，但是他本身的各个方面，他自己在家庭里面的地位各个方面他都不弱。啊，他的不弱啊，
女的管钱管得牢，坤宫强了啊，女的管钱管得牢。那坤宫来说是那个女的命宫是吧？啊，男的随遇而安，钱被管了，不想操这个啊。像这种空间的话呢，我们所讲的，也要看这个像这种情况的啊，女的不怎么管，你要看一下它前面的空间，这个像你会抓得更加细，抓得更加细。嗯，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哪个方面的未坤生啊，其实都是两个人的命宫啊，都是两个人的命宫是吧？你现在说目前这钱是女人在管啊，好像男的不管，其实这种空间来说的话呢，啊，不是说女的想怎么弄她就怎么弄，这空间没那么好的事情啊，她会在这方面来说知道这个男的，就像男的不吭声啊，他知道这个男的在这方面来说的话，你女的你去看，但是要经过啊，要还是要经过这个男的这个同意的啊，不是说你什么招呼不打，而且就是你看中这个啊男的，他怎么呢，男的就是说他的心里面那个想法到底通不通得过，通不过这个事情他也办不成的，我就告诉你啊，这事情也办不成的。啊，所以这个矛盾比较多。空间正巽的问题，这个空间其实最大的就是桃花跟感情的问题。财运来说的话呢，其实来说的话呢，啊，你看又是前门纳前气，这个气它接的话呢，还是有，啊，还是有。啊，听人说啊，后面啊，你们自己以后再那个啊，在那个上面去发案例，多发啊，然后再把这方面的事情你发了以后啊，你一个一个的去说也可以，因为你在群里面聊，当然不是说你自己收集那种整体案例，要收集在一个整体的板块里面，所以他一个一个的去聊都可以啊，那你慢慢去聊，你们在啊带动这种分享案例的氛围的话，你们对你们学习来说还更加有帮助。所以你看我有时候我在遇到很多东西，我跟你们去分享，它跟风水上分享的有些东西来说的话，有可能还不直接牵扯到风水上的一些事情，但是可以拓宽你们的思路，你们也是一样的啊，案例越多，这种实际的你们每个人的这种案例越多的话呢，啊，其实对你们来说帮助性越大。你是不是叫那些啊，有些具备有这个分析的那个啊能力的话，你就让他们那个什么呢？啊，没事，带动大家叫他去弄一弄，是吧？分析分析。再者来说的话呢，我说啊，你们自己啊，其实我告诉你们自己啊，可以把你们这段时间呢，就是自己所学的啊。的一些东西呢，我上次跟你们在说过，把你们现在所学的一些心得感受的东西啊，感受的东西怎么呢啊，自己去写点东西出来啊。我们的可以是说呢，因为现在我告诉你，潭州现在做这些事情，做这些平台的东西，我们现在是做这东西，我们是越做越细，而且越做呢，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做得越上心。我就告诉你们，在潭州这个平台好的话呢啊，你们愿意把自己的所学的一些感受的东西，自己啊梳理点什么东西出来，整理点什么出来，我们再给你们再发到这种圈子里面的话呢，影响力来说的话，也会带动一波的影响力，对于你们以后，因为现在来说，设计师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啊，很多的一些啊其他的啊，对于你们的自身的一些事情怎么办？设计师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提升你自己的名气啊。不管你从哪个圈子啊开始提，就是提升啊，比如说你们现在已经是设计师的啊，你通过这方面的学习，你现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那这东西跟你们再整上去的话啊，像我们的这个在圈子里面去发搞这搞那的，
那对你们来说肯定是有帮助的，你们很多人没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你现在学的不行啊，或者是说啊，或者是提升不够的话啊，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梳理啊，这段时间到后面来说，你再提升到哪种情况，你也可以没事梳理梳理整理整理这些学习的各方面的一些心得啊。现在我们在说的话，你别人一味的在找一些渠道啊，有可能来说是啊推销推广自己，当然不是说是吹牛逼那种推，实事求是的啊，以自身的一种情况的状态，学习的所得所获啊，不断的去啊推销自己是可以的，甚至来说也可以说是从某个方面来说啊，也算是另外一种包装啊，另外一种包装你自己也是可以的，记得住没有？我后面说这个听得进去，听进去没有？啊？你们听进去的，有想法的话啊，都可以啊，因为写点那东西，梳理这点东西的话呢，对你们来说是绝对是有帮助。设计师的话呢，就是靠的是名气去赚钱的，你要或者就是说玩风水也是，不是靠什么，也是靠你的名气啊，等等很多的东西，在钱方面来说是靠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但是来说你还得要。不单单是有技法，就好像我跟你们在说的，上次雪豹老师跟你们讲，跟你们听到没有啊？雪豹老师跟你们讲，你比如说你们在玩设计玩风水搞这搞那的技法性是没有问题的，而有些同学刚出来求职的话，但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份那个比较对你来说比较好的一些或者是满意的一个工作，这个很重要。他那些东西那些套路的话，叫你怎么写简历，什么时间投递啊，怎么去跟那些人去面试的谈一些事情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套路很多。这个东西呢，是真正来说你踏入到社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管用的。你不能是只用一条腿走路，我就觉得自己牛逼啊，我就过去的是啊，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就是以这种。所以他呢，当时呢，有些刚刚出来毕业的一个同学，通过他原来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刚出来毕业的话，有些为什么能够找到那么高的高薪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工作，当然也跟他自身的啊，你能够去通过老师的这种啊指导指引，能够往这方面去推销自己啊，举荐自己，或者跟人家去谈，你也会通过这方面去谈自己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呢，你们是好好去考虑一下。好了，今天那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其他同学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咱们就下槽了啊，退槽了。正好是这两天有点事啊，我再利用这个跟你们去分享一下啊，没事就退场啊。好了，有事的话到时候再上场啊，明天 VIP 课啊，明天到时候在课上里面再唠唠啊，今天就下午就到此啊。